你都说伪善宇。死胖子！你在期待什么？不想不想不想，不要！我们再练习一次啊！这一次我一定会对。哎，你刚好待在医院，不如做个彻底的检查啊！不是啊，不是有一个那个……我不想跟你做朋友。对啦，不好啦，讲一下嘛。我没有看过，我很想跟他做朋友，所以我不想讲那句话。非常好嘛 ，OK 的，谢谢你，有你加分，你加分。对不起啊。我咳咳咳 PC 其实表示以后你们就不必再见面了。你心里生病了吗？不是，真的太冷了，对不起。你再仔细想想，你知不知道那个哎呀对不起啊，不坐小黄，坐公车更麻烦。你该不会该要省道？别怕，对不起呀、啊。省道我还高二高嘞。是，那次光电发生，我讲到走音哎，对不起。光电叫严肃小姐，我从来没有那种念头。念头啊，待遇啊，对不起。念头念头。老天爷给我爱尔怪换卷。对不起 ，K 到了 ，Sorry， 老天爷给我爱兑换卷。这世界上怎么会这么讨厌的人啊？我也真的很生气，为什么他这么不正直？可是他是我叔叔啊！我要杀了他！你看我说完的话，我才要杀了你。我看你这人的智商真的很低耶，还在想什么小护士啊，还想 A 的。脑袋不能装那些忠孝仁爱心义合一，啊不是忠孝仁爱心义合一，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还是心义合一？来，准备。礼义廉耻。桌子往后坐一点。好了，你们俩。好啊，对，啊。你们这些人智商真的很低耶，还在想 A 的，像那么小护士啊？对不起啊。对不起。来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说对不起，我爱你还感人一点，要不再一次啊？我等一下，那我的来打，对不起，你动我的，对啊，这次是导演的，好，可以可以，对不起，等你 hold 住，对不起啦，因为。我很怕你接话，我真的很怕哎。你讲实际一点。哎呀，好吃饭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说对不起，我爱你，还实际一点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真的有实际一点这一句吗？有啊。还感人一点，还感人一点，你讲错了，损我、亏我、嘲笑我，就让你这么不平衡吗？就可以让你平衡吗？就让你这么不平衡吗？工作内容就是盯你，找你麻烦。我要接什么？什么？啊什么？Professional，Professional，Yes。什么？啊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宝岛阿信，良家处女的悲惨人生，就是要由我豁达二嫂的欺凌和蹂躏。下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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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六六。我真的内心有觉得他这句话讲太多次。你来干嘛？我的室友自己出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鼻涕那个快喷。你来干嘛？我的室友自己处理，你少管闲事。你凭什么掉就掉下去？掉下地。加地，太冷太冷。等一下，掉地。你的恶魔病又犯了，整人恶作剧找麻烦，这么对。对这么的，就这么的，压力不用太大，进得无归。尽力而为，要哭，尽力而为。你快点去帮我拿啊！
你知不知道跟谁讲电话？快讲电话！谁讲电话？我跟谁讲电话？来准备，来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的错。讲电话怎么会出来？快去拿！你知不知道跟谁讲话？我啦！我想说我拉背，我很冷啊。来，准备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我才安全呢。对，我的台词是什么？来，我先我没有时间跟你玩啦，我要洗衣服啦。等我先把不想跟你洗的丢掉再说。好，对不起，我讲错了。对不起。我要洗衣服，等我先把不想洗的给你丢掉。对不起，等我先把不想给你洗的。我怎么在床上？亲爱的主人，就让我多活一天吧。忘记了。啊，原来这就是你的目的呀、啊。真厉害，没人性哎！我一定吃把你推去好不好？换我讲，换我讲，我这个火气这么大，难怪饥不择食。吃稀饭叫饥不择食吗？可以这样乱啪嚓，恰恰是，都已经是看护的最后一天了，还要我带你去见他？不是昨天才重新约过会的吗？没有啦，这个回来哎呀，你刚说你跟十号已经是，怎么这么逊呢？你很白白白白，你宁愿相信这些照片，却不相信我。你是。被不是红颜被勒索了啊？对，对啦，讲太多次了。为什么不说？没有没心了。为什么？哇，你很难得那么温柔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说？我只能讲而已啊。用无辜的表情来掩饰你的贪心。我不明白你。钱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不过只是。不过只是一个工具，你还在那边，快点陪我上楼啊！到了，现在卖给他。你今天的工作就是盯着他，让他管。我整个舌头了。哇，你还真会巴结，秦阿姨不要看。你宅在家里。乖乖休息，乖乖吃药，乖乖吃饭，乖乖睡觉，你一定会啊，比好在，比好比在医院好得快，对。你宅在家里，乖乖休息，乖乖吃饭，乖乖睡觉，你一定会呢，比好在。等一下，让我睡一下，乖乖休息，乖乖吃饭，乖乖睡觉，还有什么？最后一个是乖乖睡觉，吃饭睡觉，乖休息，对，再来一条乖乖啊，对，吃饭睡觉，就是对，再来一条乖乖，好姐，你只要在家里乖乖休息，乖乖吃饭，乖乖睡觉，你一定会呢，比好在医院快的。可是早上我去市场买鱼的时候，王玉可以在家，你好在医院，你好在医院，一定会，你在医院好的快。在意好了，前面我就想喊他了，一起哇，知道。哦对，我打信他妹啊，出大包了。宝弟，小弟姐姐，你去喜欢那个哥哥吧，他有请我吃巧克力耶。巧克力，小心你牙齿蛀光啊！对不起，我抢话，我太气，对不起，我太气。我今天有经过便利商店，在真果，得个不得不得呢。我有我的生活圈，你的圈圈，我的圈圈，你的圈圈，我的圈圈。你明明说过了，我只要按时吃药，准时吃。我只要，对不起，我只要好好治疗。准时吃药。你现在说的话，我全部乖乖照做了。你说的话，我全部乖乖照做了。
你说要早洗早睡。我只要好好接受治疗，好好吃药，就不会没事的。丹姐，要是被我爸妈看到他这样，他以后会被我爸妈讨厌的。啊，对不起。董事长，请你告诉我开除这位童家弟员工的理由。因为啊，你那……我就是那个自己身份不清不白的人。啊，没事啊，好，好，好。